来，西西，继续谈呀。莫塞塞。来，宝贝。哎呦，吃点东西啊，这样子，这不也吃不完吗？来，还吃一点，宝贝。快点喽！他不吃了，他吃饱了。擦擦眼睛，好不好？擦擦眼睛，哎呀，擦擦眼睛呢。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这个举的不是搞得你脖子都全是。你这么凶干什么呢？妈也没用，看谁都没用。这个小红胖，这几天呢一直在咳嗽，然后呢今天去医院去检查，人太多了，里面好多人，他都排了300多号。刚刚回来，然后他说回来上个厕所，然后回来看看他，然后今天下午要搞一下卫生，大扫除一下家里。那个小胖说医生说的，所以说呢，确实是要搞一搞。家里啊，平时要经常消消毒。尿尿尿，嘿嘿嘿嘿嘿，宝贝，好几天没洗头了吧？看哈叔，嗯，对不对？发现这个小胖刚刚从医院回来，说了一系列的过程。那里面有个应该是高中生，17、18岁那样子，他妈妈带他去这个。检查，准确来说是他妈检查，有点咳，然后呢，顺便给他小孩儿，检查了一下，检查了一下肺部呢就有点白点儿，哎呀，要住院，查出的原因呢是因为抽烟的问题，所以说啊不要抽烟，那小李子也吓得够呛，小李子要不要去做一个啊？算了，不做吗？哎，那个医生不是说了吗？哎，想吃什么吃什么就行了。我说的是补充营养，对吧？你这该检查还是确实要检查一下子。我也想去做一个那个检查，然后看看肺部啊有没有什么问题，确实要检查一下子。等会儿看嫂子回来了，检查出来结果怎么样，再决定你去不去吧。你也莫怕，是不是？该检查的检查，你嫂子嘛多少嘛还是带点成分的，对，带点水分，吓你噻。那个该吃吃啊，甚至说该吃吃该喝喝啊。啥事莫往心里过。人一生平是不是啊？我们今天忙了一天，也折腾了一天。比如小王胖去检查嘛，检查肺，肺部 CT， 然后结果出来了，就是双肺感染。双肺下叶，感染了，本来要住院，但是医院也没有床位，也没有地方挂水，所以说呢。那个老妈就带他去那个那边有个诊所，先去挂点水，然后老妈在那边陪着他，然后我就回来带小家伙，然后回来做个饭，炖点鸡汤，让他补一补。一天也确实也是太累了，来好好休息一下。关键一天带小家伙也确实没时间休息好，特别是晚上，每天这小家伙晚上啊折腾的要命。我也去做了一个 CT。但是结果到现在还没出来，要明天早上才能拿到结果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这个不是开玩笑的，真的。那小李子明天跟我去拿结果的时候，顺便跟我去做一下哈。小家伙又醒了。我加点水熬一下子。还有多少啊？我是正在挂。啊？正在挂呀。嗯。那你挂完了要完了跟我说，我过来接你啊。
太热了是不是？不哭就行。哎呦，没事，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。爸爸等会儿就接妈妈。你说你不能哭噻，是不是？妈妈去挂水去了。妈妈生病了，宝贝儿，就说你要听话啊。哎呦，这答应爸爸了啊。妈妈打电话来了吗？是不是妈妈打电话来了？喂。你那个。你跟他后背打湿了没有？如果打湿给他换衣服。宝贝儿，帮摸摸背好不好？来，帮摸摸背背。哎呦，摸摸背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是汗的冰凉冰凉的，要给他擦一下身体，擦一下。来，宝贝，你坐坐啊。乖乖的啊，不动啊。宝贝。哎呀可开心了是吧？很开心是不是？你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的，都没时间收拾。来，爸爸给你，爸爸给你脱了毛衣啊，毛毛衣脱。没事。宝贝很坚强，爸爸帮你搞感冒了，爸爸给你衣服搂起来好不好？来，爸爸擦擦背背好不好？宝贝啊，擦擦背背哦，擦擦背背很舒服啊。你看我们小家伙都不哭了，刚刚醒了，哭了，我们两个逗了半天。你老爸我真是，没用啊，不会啊。衣服，来嘛，起来是不是？喝水去，你看你出这么多汗，你不喝水怎么行呢？多喝点水啊，补充啊，补充水啊，宝贝。好，最后一口，最后一口。你妈妈回来了。Hello， 听不听话？好一点不？感觉怎么样？倒是掉七天。七天了。只要好就行。小李子一直带他，我的弄饭。来，妹妹，我们吃棒棒了啊！妈妈洗手，抱抱你啊。好。你乖乖啊。这个青菜，你看为什么它是黄黄的吗？为什么？我用鸡汤炒的。哇塞！好久没吃这么丰盛了啊，小李子啊。就吃。哇。谢谢你自己吃嘛。小李子搞个鸡腿。小李子也辛苦了，吃。嫂子过来尝尝我哥的手艺。你也赶紧尝尝，你也好像很难得尝到你哥的手艺吧。很少做饭。来，搞头这个就吃吃。要多补。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好吃吗？不是买这个来炒盐菜吗？没想起来。多搞两桶。哇塞。怕什么？来，小李子搞点脑五花肉，我有油，是不是特别幸福？小李子，那必须的。今天你哥做的饭比嫂子做的好吃多了。那我等会儿给。应该差一些，你嫂子做的好吃。没有，我做的不好吃。嫂子做的太老是咸。挺好的哈。刚刚好。辛苦了，辛苦了啊。不辛苦。